好久不见。嘿，阿文。哦，他在跟我们的大学同学 Larry 讲话，不过我跟他完全不熟呢。哦，我在跟洋葱吃饭呢。对啊，他在我旁边。干，该不会不要逼我？你要跟他讲话吗？啊，哦，可啊。不，洋葱，给你。嗨。哇，欸，好久不见。对啊，啊，你在哪？吃饭哦。对啊，啊，你在哪？哦，我吃饭啊。啊，不然改天约一下啊。好。好，拜咯。怎么样？好久没见到他了，开心吧？一年啊，欸，我这个人做事就是大刺刺。喂，不要开这种错字玩笑好不好？小朋友会学坏欸。鬼鬼重重，同喜事，子侄吵至今，连绝聊席之意，如火如潮，气温巨降，骨汁排骨饭，夜问外传，砍入。哇，这首歌真的很好听哎！出去吃个便当。你看看隔壁的伟伟都能考90分，为什么你永远只能考60分？烦死了，因为我是你生的啊，我天生就笨嘛。小聪，你要加油，是你自己看清了自己，你的基因绝对不输伟伟，因为伟伟也是我生的啊。